以素人篮球员为主的2022富邦人寿勇士系进冠军杯，今日与国立清华大学揭开桃竹苗地区预赛循环赛。首场比赛由地主国立清华大学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对上原治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可惜双方手感不佳，进攻不尽理想。中场原治机械以35-26拿下首胜。我觉得我们球队打得不是特别好，因为疫情很久没有练球，然后又是第一场，所以有很多失误还有放枪了。大家可以相信队友啊，因为毕竟这是团队运动嘛，我们不想要个人能力太多变成大家负担都很大。我希望我能带领球队晋级啊，毕竟之前都是学长带我们，而现在换我变学长，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带他们进去。次场由国立体育大学运动保健学系对上明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开赛明星机械给国体运保三分球洗礼，国体运保重整旗鼓后也还以颜色。李仁浩快攻稳守，率领国体以50-21拿下胜利。在今天一开始比赛的态度上，就是有一点松散、慢热，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最多一开始就保持侵略性，速度那些跟高中就是比较慢一点，要比较多用脑袋在打。循环赛第三场，中原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学系把握进攻，稳定防守，首节就大幅拉开比数。即便原治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下半场吹起反攻的号角，仍不敌中原工业。最终，中原工业以42-28获胜。保持平常心吧，虽然就是刚上场一定会紧张，我们先发替补都一样，但是我们队长徐东义他就一直叫我们冷静下来，所以我们后来就稳住，有达到我们练习做的东西，但是替补上来的时候有一些小乱流，就是节奏没有控制好。第四场比赛由一胜的国体运保对上一败的清大公公，场上五人打好打满的清大公公在前三节都与国体运保陷入拉锯战，体能迅速消耗，再加上无替补球员苏杰抽筋倒地下场休息，场上四人力拼到最后仍不敌国体运保，以24-49吞下第二败。我们虽然人少，然后我们分数也输，但是就是气势不能输，要拿出来。非常的累，体力调节真的非常的困难。然后因为剩四个人，就只能守2-2，就赶快沟通好跟队友的站位，之后还是尽力把比赛打完。今日最后一场比赛，延续前一场的气势，中原工业逼人的防守以及把握空档进攻，再次在首节就拉开比数，中场以46-25击败明星机械，收下2连胜。其实到最后的差不多6分钟的话就已经不行了。然后，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大四最后一年，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比赛，我想说6分钟就把它撑完，比较强，所以加上我们人不够，因为学长毕业，然后有些人没打，所以我们就战力比较低迷这样。桃竹苗地区明日将打完循环赛，究竟谁能抢下唯一一张全国赛门票呢 ？SSU 特派员杨嘉瑜新竹报道。